最近由于市场行情惨淡，华为 Mate 50 Pro 的价格可以说是跌到谷底了，官方降价800，二手市场更是暴跌3000，直接和 Mate 40 Pro 一个价了，两台机器怎么选成了一大难题。市场的行情每天都在波动，一天一个价，最近想要入手的兄弟们一定要找小杨了解最新的源头报价，不然很容易吃信息差的亏。今天这台 Mate 40 Pro 同是 256G 大内存，麒麟9000的处理器，88度瀑布屏，索尼大底的镜头新环设计，依旧不过时，我们直接3599出了。还有这台 Mate 50 Pro 是我们回收的，256G 大内存，180赫兹高刷，百倍变焦，还有可变光圈、北斗卫星导航等黑科技。总之的话，都是华为顶级旗舰才有的配置，来货3900到你们手上3999。唯一的缺点呢，就是没有 5G。总的来说 ，Mate 40 Pro 最大的优势还是 5G。如果说没有 5G 需求 ，Mate 50 Pro 的核心体验绝对是同价位的天花板。